主料：低筋面粉100克，糖浆70克，玉米油30克，自制椰蓉馅200克。辅料：咸水2克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碗中加入玉米油、糖浆和碱水，搅拌均匀。加入了低筋面粉，用锅刀拌成团，装入保鲜袋，入冰箱冷藏30分钟。将椰蓉馅分成25克每个，团成球。将月饼皮面团分成25克每个，团成球。取一个小面团，按点放上椰蓉馅，均匀收口，团成球。表面沾点干面粉，用月饼模压出月饼形状，入预热好烤箱，中层上下火200度烤5分钟，刷上蛋液，再烤10分钟即可。烹饪技巧：烤好的月饼最好回油2-3天再吃，口感会更好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